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的节操为您而亮，只为您那销魂的响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罗德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是来自于炮神的这个五九啊，以下的一个基友，蜂王铁锤也是开的五九，哇靠，两个五九组队，地图是埃勒斯堡标准模式啊，我们在上面顺利玩。我想起了当年有三位基友啊，三个福山炮组队，对面要死了已经，哎呀，三人平推一条线。无人能挡，哎呀妈，埃勒斯堡啊，这个地图你们懂的呀，当年雪爷啊，呵呵，我不说啊，啊，就看你们这个逢年过节啊，给他有没有进贡一点什么东西，哎，我教你出门之前给雪爷烧点钱啊，你们都得烧啊，不烧要出事。啊，那它这很多油箱是外挂的，因为柴油相对来讲没那么容易被点燃，反正它也不怕。你要汽油那就不一样。对面的五四说：“我卡死了，我操，能玩？”啊，好呀好呀，你卡死了，我正好玩你啊。不然反过来那怎么玩了啦，哎，你上来嘛，哥哥在这里等你啊，他上去了，他咋玩了，玩你呀，啊，哎呀，非常漂亮啊，这里来一发，哎呦我操，哎，这五九打五九就是蛋疼，哎，你小心啊，你左面有人，左面有人，赶紧往前面开，妈的，被这哥们爽一发有点疼，而且隔得有点远，并不是太好穿它。零线没一个人去，话说这样真的好吗？这样真的好吗？确定不会被玩脱？哎呀，哎呀，疼疼疼疼疼！哎呀，这。哎，这里无法前进的。靠！五九不要打五九了，你要打一万点了，你除非上金币弹。哎呀，基友要死，基友要死，基友赶紧缩回来，表示哥不玩了，随便你们怎么搞，老子不赔了啊！这个的话我看看，对面已经在这里捅过来了，所以说他要回来防守一下。其实这个地图改过之后就变成这样，就很蛋疼，一旦那个城堡那里拿不下来的话，这边其实改过之后咱们在零线也不是太好防啊，打过去的几率也更不大，那么很快就会变成两面被包夹，那一旦这个时候对面再从中路中出一个人过来进行一些点亮啊，那简直是不要不要的啊，还好啊，这个是并没有火炮，否则这日子可就难过了。看到了对面的50100啊，还好脸皮王在这儿趴着，又没有火炮啊，随便你怎么干，皮糙肉厚啊，干不掉呀。好，哎，你再出来，啊，这样的话其实他们想过桥也并不容易，那这样就行，就可以给咱们下路争取时间，看他们有没有机会能把下路给打穿。哎呀，啊，没搞定，哎，基友死了，基友被莱茵一炮给填死了，
啊，血太少，舔一下你就没了。他现在又觉得上路这边对面一时半会进不来，他想在下路寻求一个突破。我靠，他们主力在下路，其实现在上下都挺危险的，哪一路先崩溃都要出问题。啾！我靠我靠我靠，五九打五九简直是史上第一蛋疼的事情，对吧？两个五九对抽，两个鸭子对抽，两个二号机，哎妈的，简直你就想死了，有木有？哎呦我去，哥你要想办法呀，这不带这样玩了。A43都要被打成狗了。啊，他们有人在上头，哎哎哎哎，偷跑，但你要小心自己会被亮的啊。你看自己亮了，你不亮了这个，哎呀我靠，那这边这些，哎呀危险呐！啊，他们反倒顶过来了，要对咱们下面这帮人形成一个包夹了，这怎么能忍？好，哎呀，终于打爆一个五九，烦的要死。啊，慢慢来，哎呀！联系中断。我们重创目标。这尼玛，他们要这边要捅进来了。这，赶紧多打一炮算一炮了。他们这要真的冲过来就要出事儿啊！幺五二在旁边，轰啊，轰死他们！打后面那个。好的，着火了！哎呀，里面有个异性恋的，烧死他们！烧啊！阿彪，烧死了！靠，你这出门不带肥皂的。这边虽然要被他们破了，但问题是前面那波人死了，后面他们也推不进来啊，这样就还好。好的，漂亮！其实这种时候你可以考虑上金币的，保证击穿。啊，幺五二要干人了！打得好！我靠，司令 T 这个你是要干嘛？哎 ，A43你看一下后面好吗？快出事了！我们重创目标！哎呀，幺五二不，你不要往后倒，你往后倒他只能，哎呀 ，A43回头，好的，回头，已经被压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了。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会出事情。这边，哎呀！我们痛击了。靠！这是被什么玩意儿打？哎，后面那两个货也是两怂逼。你们一起上，咱们上面这两个绝逼死。好，现在他死了，该你们了。杠八从这里顶出来，那么我们从这里下来一些，先把五九给切死。啊，他要先打司令体。啊，干死他！好的，漂亮，连打带撞，那再把这个司令体给收拾掉，咱们后方基本上就算是稳固了。司令厅应该没弹了，否则他不会这么怂。你看他都不拿炮管看你的，穿死他！耶、yeah? ，哎，他没弹了，你伤啊！你看他好怂，肯定没弹了。好样的！现在出来干掉他们这个残血的杠八！哎妈呀，你要超神呐、啊，哥！他想等啊，队友从那边绕过去，他打的都快没炮弹了都。击穿数16，哎，不错呀。哦，我这算不算无双？我一个小学同学叫无双啊，他不是这个无，不是这个双。哎，一个妹子。我们未能穿透他们的装甲。
钢八甩他一发，啊，得意了嘛。好，这个杠三你活了很久了，跟你讲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不是两三天的，我要干死你。穿甲弹，好好的啊，这个硬心穿甲弹把他给弄死了。哎呦，谁干的？他妈的谁呀？哎，你还不躲起来？你不怕意外？啊，只剩五发弹药，这也算是够拼的。哎，不，你现在赶紧从中间过去。或者说挑一个那种没太大价值的，让他去站家，吸引他们那个巴顿回去，那就搞定啊。他们的武力白死了，只剩下了莱茵和巴顿。啊，那好吧，其实这时候你可以派一个人去站，巴顿绝壁要回去，然后正面在墙上吃掉莱茵，然后一波人再去他家等着，等巴顿再回来找死，瞬间干得他妈都不认得。啊，那你走中间，上面过不去就走中间。被亮被亮，那巴顿肯定在这附近。原来在这里，呵呵，你慌不慌？你要完蛋了，你知道五九过河了是吧？心里头怕不怕呀？心里可以在这个石头墙后面等他先开火。哎，他血量怎么突然一下变少了？哎呀，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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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他这一发也打跳掉了。啊，杠八把他弄死，漂亮！再上来围堵这个莱茵，哎，前抽后杀和后插啊，二动齐插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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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他给干死！这种他绝壁死定了。哎，你不要慌不要慌，三分多钟来得及。不过莱茵血量还是有一些的，所以得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他自己血量很低了嘛。他对于莱茵，哎呀，莱茵血量现在也不高了。莱茵自身也是个一炮火，他队友肯定要墙上他了。你看，这叫墙上桥头堡啊。好的，漂亮，然后往旁边躲啊，那边他开火了啊，队友就顶上把他干了。好，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邮箱来联系到我。 QQ 邮箱是76785582@QQ.com， 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